嘟嘟嘟嘟嘟，鬼头刀 SPA 度假区。嗨嗨，波子晚安，大家晚安。这个目前截至目前为止，我觉得抢第一，照目前这几场打起来的感觉，我觉得在没有真的是狙击有的这个情况下，我觉得大家不妨可以考虑中后排做一个比较稳健的。弹早弹早弹，好。我要用鱿鱼滚行了啊！气死，被赚到两个哦，真的要气死，亏大。噔噔噔噔噔。好，没关系，还有得玩，还有得玩。哎，不行，被看到了。Nice。赞。Nice。啊，还掉。好。锁敌雷达丢一颗。有这么长哦，太长了吧。奇怪，我们的徒弟效应也不差，怎么这样？奇怪，他们都不粘脚，奇怪为什么不粘脚啊？奇怪哦。好 ，nice， 下雨，谢谢下雨。Nice， 抓到你了吧？不要！哎呦！哇，我们地板回来的速度很不快耶，相对来说。Nice。哇，没墨啊。哇，无法。哇。Nice！ 继续压。我不要。Nice。Nice， 有。继续。Nice， 有。Nice， 哇塞，这，哇，这一局，哇。
太赞！哦，赞赞赞！真格区域前线把控 Number One， 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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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是要看很准的。刚刚那个五二，我发现五二跟是真枪吗？很会绕，很会趁乱的时候冲进来，一半一半，大概一半一半。哦，之前更惨，之前还没到一半呢。更何况又是这种手长长，手长长，投资私利。哎呦，真格真格理财有赚有赔嘛，是不是？等一下摸。我现在觉得这个场就这个。我觉得那个地方左边会有人绕出来，那个地方蛮危险的。这块，我觉得蛮关键。刚刚速度好几次都是这边被人家绕进来。Nice， 感谢。等我沉默，等我沉默。抱歉。Nice。走。哎，猜中了，完全猜中，哪一只？哇，这一组也是好赞哦！哈哈，小熊猫晚安，阿丽斯晚安。队友比较给力的关系，应该也是吧？哈哈 ，Johnny 仔，哈哈，微微，太多高手已经不敢打真格，可以啦，还是可以打啦，还是可以打啦，就是反正不会往下掉嘛，就是负债的问题，可以啦，可以啦。我觉得大家抱持着开放的心态去体验它，虽然说难度确实现在是比较高的。哎呦，今天 MVP 场哦 ，nice 哦，小野了。好，鬼头刀 SPA 度假区，哎，这个武器啊，又是4K， 哇哇哇，好。短的快速爆破枪是三重龙卷风嘛？好，饮料是不是？好。哎，没错了。来输！Nice！先把地板抢回来，然后脸好痒，脸好痒。危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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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危险。Nice。奶酥，奶酥，奶酥，
再输，再输。纯墨，纯墨，纯墨，墨不足，墨量不足，墨量不足，大量墨量不足。感谢感谢感谢！倒二倒二倒二！好，被狙掉了。哎呀，这个墨真的是一点点也不给我，真的很小气。啊，被追过了，已经上来了。哇，追的敌人追怎么都追那么快啊，我们刚刚死拼死活打。哎呦，这个厉害，躲得很好。哦，抢过来吗？哦 ,nice, nice。厉害耶队友。抱歉抱歉。Nice, 空中截击啊！奶酥奶酥奶酥，一定可以奶酥，一定输。Nice， 感谢感谢队友哦，赞。赞哦。不错，这个爆炸波筒，有点爆炸。